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摄住品》第十五，前面的我们学到离长者的合论，说到初地到十地，不立一佛智慧，我们在这一句里面一起学习了十种智名。前面七条我们学过了，今天从第八看起啊。第八，知一切法无相无性之名，为菩萨以善巧之名，了知世间一切诸法，皆悉非相非无相，一相无性，立诸分别，是名知一切法无相无性之名。前面在第七，是教我们放下分别执着，协力享受境界之名。想也包括妄想在内啊，妄想分别都是想，啊，执着受的意思多，啊，这是诸佛如来教给我们。怎样回归自性啊，见性成佛啊，一定要放下。今天学这一段，这个第八这一段呢，这是说看破，也就是真实智慧通达明了事处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，也说明你为什么要放下啊，不放下行吗？啊，菩萨还是以善巧之名啊，十种之名呢，不除善巧方便呢。
了知世间一切诸法，了是明了，知是知道。啊，世间这个范围就非常大了。在古印度讲这个世间呢，是讲六道。啊，世是讲的时间，你看这个字三个时。啊，我们中国年常讲30年叫一时。啊，间呢，间跟那个界限的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世间跟世界意思相同，是讲的空间。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时间跟空间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十法界，就是十种不同的世界。这是从大分讲。啊，佛教导我们。啊，从这都是用归纳，世间实际上讲是没有止境的，无量无边，啊，无尽无数啊。归纳为十大类，啊，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十法界。每一法界里面，啊，也像天台大师。他老人家就这种说法，每一个法界里面呢，又有十法界，啊，比如我们今天讲人，这个人间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有佛法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是世间，不是人中之佛吗？啊，人中里面有菩萨法界，有声闻法界。有缘觉法界，啊，有天法界，有修罗法界，有罗刹法界，都来，啊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这个状况，啊，这就变成100界了。每一界里面都有摄如是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，叫百界千如。这是智者大师给我们提出个纲领。你看，每一界里面都有十界。啊，十界里头，每一界里头又有十界，重重无尽啊！啊，那这就是华严境界了。这个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？我们在前面曾经学过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。啊，大师。在这本书里面，这本书是个小册子，分量不多。第三段告诉我们，哪怕小到一粒微尘，啊，一毛端。就四相上来说，有形的依报最小的是微尘啊，微尘我们无法想象啊。现在科学家呢讲的微观世界啊，讲到这个原子、电子
啊，基本粒子讲到夸克，这都讲到最小的物质。佛法里面讲微尘，讲到最小的是不能够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微尘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能够啊，稍稍体会得到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一念尘心啊，他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念念尘心，那个心就是物质。心界有实啊，心是物质，实是精神。在最小的物质里面，这个物质佛在经上说了，阿罗汉都看不到，阿罗汉的天眼呢、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看不到极微之微啊。弥勒菩萨讲这个一念里面成的这个物质精神现象呢，那是极微之微啊。这个小的物质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？啊，大经里面常讲的八地菩萨啊，八地菩萨就能看到。啊，那么这是从四相上来讲啊，物质里的微尘呢，这个正报是身体，身体里面的汗毛毛端啊，那个毛的尖端都是形容啊最微小的。佛说这里面有世界，啊，科学家讲到极微之微了，但是没有讲到啊，这个基本粒子里面还有世界，没发现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很多，而且我们前面读过。啊，什么人能够进入微尘的世界呢？啊，华严经经在前面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世界。那我们又会想到，这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是自信本来就有的。啊，这自信的奥妙啊！啊，本来就有，只要有这个现象出现，啊，再小的这个单位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它都有三种周边。啊，第一个是普周法界，哎，也就是说，它里面有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，它周边法界。啊，第二种呢，畜生无尽，啊，也就是这一粒小小的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世界里面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畜生无尽，没有止境的。啊，第三个呢，
它的一个特性呢是含容空有。啊，含容空有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。啊，含空，空就是虚空。啊，心包虚空。容有，有就是周边法界，啊，就是量周法界，啊，这个是自性本来具有的特性，啊，就世间一切诸法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那么诸佛的刹土叫做知正觉世界，那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它还称世界。包不包括这个里面呢？当然包括，没有例外。啊，常寂光土之外的全包括在这一句里头，就是世间一切诸法了。啊，大到世界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，小到微尘。啊，科学里面讲的原子。啊，电子、粒子、夸克，啊，讲的这些东西，这小的，皆悉非相非无相，啊，总的来说，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说的有相，啊，说它有，它性空，啊，相有啊，性空，了不可得。这个有是幻有，不是真有，啊。但是这一句话很难懂啊，给你讲性空，有的时候好像哎，真的懂得了啊，他没有自信啊。为什么没有自信呢？他因缘生法啊。佛在《中观论》上也说得很好，因缘所说法所生法了。我说即是空，这个话并不难懂啊。譬如我们这本书，这本书是一法了啊，这书是一法啊，它怎么成这本书呢？哦，是由这几十张纸啊定在一起，这本叫书。书是因缘生的，你看。有纸张，有装订，啊，这是看这一本书了。如果你说真有书，把它拆开来一张一张的说，就不叫书了，就叫纸了。啊，书原来是纸装订在一起的，称为它一本书。啊，所以因缘所生法了，书在不在呢？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有。你说它有，我拆开来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啊，所有一切法的现象都是原生法，它没有自体啊，这是它性空啊，体是性质性体啊，它没有体啊，它是许多缘聚集在一起而成的现象啊。那像我们这个香港，你们到处看到的是高楼大厦，这高楼大厦有没有啊？
你不能说它没有。你说真有吗？把它拆开的时候，是一大堆的建筑材料。啊，照着工程师画这个图，把它排列出来，就变成大楼。啊，所以这个大楼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我们外行人看到，哦，这个大楼多少层？啊，那些搞工程的人一看就晓得，这里都多少吨钢筋，多少吨水泥，他这个算法的时候。哎，他没有看到大楼，他完全给你讲这些建筑材料，啊，这里有多少？啊，所以一切法了，你这样看才看到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真相啊是相由性无，事由理无。啊，这一些相都是缘生，它就现这个相，缘散了呢，这个相就没有。啊，连我们身体也是如此，身体在此也是缘聚的，啊，它就有啊，缘散了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所以这里头没有生死啊。啊，但是人是个动物，动物这个相里面呢，它还有精神作用在里头，啊，其实现在我们晓得。植物有精神作用，那矿物呢？矿物还是有啊，只是动物很明显啊，植物次一等，矿物的时候更次一等，你不容易发现它，其实它真有啊。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就实验出来了，水是矿物啊啊。试验出来是谁有见闻觉知啊，见闻觉知是精神作用啊，不是物质作用啊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里面通通有精神作用。啊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，是分不开的。只要是物质就有精神作用。啊，那么这一个现象啊，大家要很细心呢去观察啊，你会发现呢啊，那么有一种中国人讲的特异功能啊，特异功能能够将一个物质用它的意念呢来移动它，让它产生变化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确实是有道理，就是佛经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，它都有灵性。你只要时候精神贯注，跟它的灵性沟通了，就像佛法说的，你有感，它就有应，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。啊，隔了一个墙，在那个房间里面的物质能够把它移到这边来，移到这个房间来，人不要去了，用精神的，哎呀，他怎么穿过墙的，他怎么到这儿来的，啊，这种原理佛经上有啊。啊，它不是死的，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啊，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，
啊，它不是没有生命的，它是个有机体。啊，所以一切物质都有三种周边，可以说能力是一样大。啊，所以佛家常讲呢，心佛众生呢，三无差别了。啊，在我们自己来讲，自己的心，对精神力量。啊，佛。啊，佛菩萨的精神力量跟我们是平等的。对，所有一切众生，啊，众生不当作所有人讲，啊，这个生是生起，众什么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。啊，佛法里面讲众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众缘和合而生，你看。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啊，佛在经上常讲是哪些东西呢？地水火风，这是物质。啊，受想行识是精神。啊，这是佛讲啊，我们动物啊，啊，是地水火风啊，受想行识众缘和合而有的。这个受想行识叫四大，四大五蕴合合而有的身体，啊，所有动物都不例外。啊，这个四大物质为什么叫四大呢？它有四种特性，啊，所有物质都不例外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念念成形。那个小的物质都不例外，啊，它里面都有这四种特性，啊，地大就是代表它是个物体，虽然小，小的我们肉眼不能看见，啊，用几千倍的望这个显微镜，用几万倍的显微镜，哦，发现了，啊，它是个物体。把它放大到几万倍，啊，几十万倍，几百万倍，看到了，啊，看看我们将来科学技术能不能发展到这种程度，啊，把这个八地菩萨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现象啊，我们也用科学技术把它，或者把它发现，能看到。啊，所以它是个物体，就称为地。啊，水火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温度、湿度。啊，水是它带有湿度，火是它带的有温度。啊，现在科学不讲湿度、温度，讲阴电、阳电。阴电就是湿度，阳电就是。温度啊，那我们中国古人用水火，用这两个字来代表啊。风呢，代表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啊。动词叫风嘛啊，所以它的运动啊非常快速啊，速度非常高，它是动的啊。任何一个小的物体啊，都有这四种现象。啊，所以称为地水火风，啊，这是物质现象，是讲的这个。啊，这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科学。啊，精神的现象呢，见闻觉知。啊，他能见，他没有眼睛，他能见；他没有耳朵，他能听，能听。啊，他没有像我们这个肉体这样组织，他能感觉。啊，他没有任神经系统，他能够觉知。
这就是不可思议，真的事实确实如此啊！一粒尘沙，它都有见闻觉知。啊，我们起的意念，他知道。如果这些山河大地要没有见闻觉知，我们人干善事干坏事，它不会起变化。为什么我们人起这个善念，山河大地它就变好了？啊，不叫风水啊，那风水好了。啊，你看风水家不常说吗？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。这个人有福报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风水不好，住上三年呢，还有山河大地都变了，风水都变了，变好了，对吗？这个人是善人呢，那些全都善了，连山河大地都善了，风调雨顺啊，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不善。如果这个人是很凶恶的人，是非常不善的人，这地方是好风水，他在住三年的时候全变得不善了啊，风水就坏透了啊，所有一切都反常了。那什么是山河大地，他有见闻觉知吗？他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呢息息相关。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我们以善心啊，许许多的小动物，家里面常常看到的啊，蚂蚁、苍蝇、蚊虫、蟑螂、老鼠，这是家里常常见到的。你这一家人心善，你家里的小动物没有一个不善。啊，这些小动物决定不会伤害你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伤害他嘛，你能跟他们共存共荣啊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把家里这些小动物啊见到之后都合掌称菩萨，蚂蚁菩萨、苍蝇菩萨、蚊虫菩萨、蟑螂菩萨，哎，他对我们生活就一点妨害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尊重他，他就尊重我们。啊，我们在澳洲自己有个很大的菜园，啊，我们的菜园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啊，农作物生长。比一般这个农夫他们所耕种的那我们这长得比他好的太多了。啊，他们用农药用化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跟这些小动物他称为是病害虫，跟他对立。对立就发生对抗嘛。那怎么会好呢？啊，我们跟这些他们所讲的病害虫我们都是朋友。都是同餐，都是道友啊，所以我们的菜园里面放佛号啊，放读经啊，让这些小动物们他们天天都在听啊，跟我们一起修行，他们也要吃啊啊，所以我们的菜园画出一个角落，那一个角落的菜专门供养你们的啊，他们到那边去吃。啊，不是供养他们的，他们决定不吃。很听话了。啊，这个我们也做了十几年了。无论在哪个地方做，都做成功了。啊，可见到了这个古人所谓的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小动物的心啊，也同一个道理啊，通的啊。
啊，所以我们对人要尊重，对天地万物都要尊重，啊，树木花草要尊重，山河大地要尊重，啊，你居住在这一方啊，这一方的时候，通通都产生善的变化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地区还有住的，也有不善的人。啊，不善的人所造的这个恶业，给我们抵消一部分。啊，我们的善，一个人的善，一家人的善，超过这个地区人所造的恶业，那我们就境界就转过来了。如果我们这一家人的这个善心呢，敌不过居住这里所造的恶业了，那我们就要受他共业的果报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一个人的善，这一家人善，能改变这个地区吗？难。为什么能呢？善是性德，是自心里本有的，不善不是性德，性德里没有的。啊，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的善心呢，能够跟所有一切众生自性里面的善起了共鸣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啊，这个力量就产生了感化了。啊，所以一个人呢，这个善心善行，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。尧舜禹汤，他们这些人，是他们也是人呐。啊，这是个善人的，居住在那个地方3年。啊，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亲近他，亲近他的时候，都接受他的教诲呀，都能够改恶向善。啊，都学到了他们那样的积功累德。这一个地方，现在人说磁场完全改变了。啊，道理在此地呀。啊，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小估计了自己。啊，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啊，确实能影响一方。啊，只要你真心，啊，你才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。啊，如果有志同道合，有个10个、20个、30个，嚯，那这个地方很快就产生很大的变化了。啊，古书里面有例子。啊，可以让我们生起信心。我们现在真干，也能干出成绩出来。我们能信得过啊，啊，我们过去3年，啊，这个05年11月开始，在汤池建这个多元建这个文化教育中心，啊，最初是37位老师，啊，非常难得，37位老师。同心同德落实《弟子规》啊，在这个小镇，这个小镇48000人啊，37位老师啊，入村入户去表演，去教学啊，3个月到4个月，这个小镇的风气。几乎就有180度的
回转。这个让我们学习古圣先贤教诲的人感到惊讶。啊，原先我们的估计大概要2年到3年才能转得过来。啊，才能感化得过来，哪里晓得3-4个月，这出乎意料之外。啊，我们所有老师都有很大的震撼呐、啊，证明了老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。三字经上讲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证明说人有良心。啊，人有善德。这是自性里本有的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里面发现到的，人民是这么好教的。啊，问题是问题没人教啊，不难教啊，人有良心呢、啊。啊，人都有德行呢、啊，自信里面是性德是永远不会失掉的，只是现在被一些啊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，并没有失去。啊，只要有人教，性德就能够透露出来，它就能起作用。啊，这对于我们修学，对于我们教学，生起了很大的信心。啊，所以圣贤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，啊，是真实的教育，它不是虚妄的。这是让我们了解。所有的现象都会随着善心、善行、善愿回归自信。啊，山河大地回归自信，花草树木回归自信，那是什么世界呢？那就叫极乐世界。那我们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，啊，我们修净土同修天天念的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叫整个山河大地回归自性。啊，树木花草回归自性，所有一切众生都回归自性。就是真正的佛国度了，那里头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个示范，一切诸佛刹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。啊，古大德告诉我们呢。啊，诸佛世界第一德是什么呢？长寿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！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就是无量寿。第一个是寿命长远呐、啊。这个地方有生老病死啊，他那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。啊，那个世界是怎么生的呢？叫莲花化生。莲花是代表清净，啊，出污泥而不染嘛。
啊，没有一丝毫染污啊，没有一丝毫痛苦啊。啊，所以寿命是第一德了。啊，第二是智慧。你具足圆满的智慧。啊，圆满的德能。圆满的才艺。圆满的福报。没有一样不圆满。神通自在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的生活空间就大了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你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旅游，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，这交通工具多麻烦呐，多累赘呀。而且副作用很多。啊，能到达极乐世界，神通自在。啊，无论多远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空间没有了。空间没有了，就是距离没有了。啊，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地球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多远呢？当中隔了十万亿个佛国度，一个佛国度是一个大千世界，这个大千世界可大了，咱们现在讲银河系啊，银河系很大了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银河系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，不大了，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，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，你看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。多少啊？十万亿啊！十万亿个银河系啊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用这个做单位啊，多少个大千世界？十万亿个大千世界的那一边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个距离可太长了。啊，用光的速度去走，可能都要走上亿万年。太远了。啊，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这人到极乐世界去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一刹那。念头一动啊，人就到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空间不是真的，时间也不是真的。我们要想回到过去，或者是进入到未来，啊，一切都随意。啊，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像诸佛菩萨一样。有能力分无量身，分身呢、啊，化身呢、啊？啊，你看极乐世界的人，那边的这个居民啊，他们向往十方诸佛刹土啊，想去看看。诸佛菩萨啊，想去供养他们，供养是修福啊，想去闻法或者去请教，这增长智慧啊。
极乐世界没事干了，不像我们这里忙忙碌碌，天天忙着生活，那你不需要。啊，他们每天干什么？每天就是供佛闻法，啊，到十方世界，啊，他有能力化身，同时化身，啊，千百亿化身，啊，这些身都到十方世界诸佛面前，啊，供佛听经闻法。极乐世界他还是有个身在阿弥陀佛面前还没离开。啊，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。我们想到极乐世界不难啊，真能去啊。啊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处啊。你这个愿发的就不够不足，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？你真了解之后，对这个世界赶快摆脱掉了，啊，丝毫留恋都没有了，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。每一天的生活状况跟这些实地菩萨等觉菩萨没两样啊，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！我们相信佛不会欺骗我们，佛不会打妄语啊，佛所说的话句句真实。啊，那么这理道理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体会。你就不会怀疑了。啊，理明白了就断疑生信啊。啊，所以这一切诸法啊，非相非无相。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应作如实观呐，不要太执着。啊，应该要放下。那么在四相上，你也不能断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断不了的。为什么断不了？这个现象是从波动产生的。波动是因。啊，这是心波。我们讲思想波。极其微细的思想波。微细的波动啊，你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，你怎么能让它不动？因为这个波动它不停止，永远在动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幻象，啊，现象是个幻象，是生灭相。啊，刹那生灭相。金刚经上佛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这首偈说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我们对待整个宇宙一切诸法啊，就是万事万物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呢？《金刚经》讲的是最好，这是诸佛的态度。
真正彻底觉悟了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们的看法啊，他们心地清净的啊，不做空的看法，也不做有的看法啊，很清楚知道空有是一不是二啊，似有理空，理上没有啊，相上有啊，性上没有啊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就在这个四相上啊，你能够看到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那先看什么呢？看我们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那个七情五欲自然就化解了啊，先是开始降温，慢慢就化解掉了。七情五欲一化解了，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了，不会生病了。那那个病是什么？是业障嘛，这业障病嘛，所有一切病，业障病是总的根。啊，业障病从哪里生的？七情五欲生的。啊，那七情五欲没有了。那是什么境界？那是智慧境界。七情五欲通通回归到智慧了，就是此地的智明。啊，智慧也明了。